赵队长，救问吼，啊，赤龙因高起来，人敢有找到？各组海巡人员已经有传消息来啊，啊是无发现有另外人的踪影。即马是寒天，海已经大，海水阁冰，人若照海底事故，就会升温。用较早的经验来看，人上个可能会海口流出去，若是要搜救，就更加困难。要找到人的机会也真少。 你敢真正已经甲浩杰做伙跋落海？当怪我无勇气甲你讲出真相，若毋是因为我的软弱，但母仔囝嘛袂到死拢无法度相认。今仔，就算我无搁较侪后悔，阁有啥物路用？ 你嘛安尼啦，海巡搁咧找人伫个，只要无放弃，我相信你有好消息。你无应该，都安尼离开这个世界。小甲浩杰，都做伙拄着危险，一定是天公伯在听话。你莫乌白想啦，这毋是你毋对。 浩杰，你敢有要去账号一个车顶找物件？车顶我拢找过啊，阮后生车顶的物件拢还有对冲走去啊，根本就找无线索。你看，浩杰传简讯来呢。是浩杰，这是浩杰的简讯。阮寄传简讯来，你表示搁活着的啊。哪只传简讯哦哩？有啥要打电话跟联络？凡说是，伊即马倒了危险，无法度敲电话，才传简讯来啊。我拜托你啦，恁搁继续找人好无？但是海越来越大。 为着要搁大家安全，阮必须爱收队，请因体谅。阮明仔载继续搜救。各位，辛苦，收队。 浩杰，你伫喺度，赵刚有伫你的边啊。 阮真正足着急的，你紧甲阮讲，你伫喺度好无？是安怎？恁不回答，恁到底伫喺度？是变安怎？浩杰都无回传简讯。
敢要是因两个人拄着危险啊？等下去救伊啊！不要紧，咱该找民间搜救业者，叫李四小是安全人，只要一点机会，我拢袂放弃。我知影即嘛是寒天，风雨嘛足大，啊，不过也是拜托你去找人，有找都有机会。头家啊，才拜托的啦，是，麻烦恁哦，加派几只船，加一挂人出去替阮找啦。是是是，我一定会等恁的消息咯，吼。那安尼，都拜托恁啊。你要先去休困吧，啊！你若拢唔食唔困，身体变来堪的。我哪有可能去休困啊？我只想着这两个囡仔，搁等人去救伊，我哪有心情去休困啊？你好，可以。人找到，我嘛拜托我真侪朋友斗相共。浩杰，唔那是大兄的亲孙，嘛是未来咱大人集团的继承人。若是有啥物需要，一定要甲我讲呢。还是讲，那多少年就出代志，讲讲是一个囡仔辈力无够重，无这个命。享受荣华富贵，是讲哦，啊，若真正无迄个命，嘛莫强求，先请看卖啊，家己有几两重，那无，小人嘛无一定是好代志。多谢你的关心，我已经请救援单位加派人手，希望真紧就会当找到巧甲浩杰。对，就是爱安尼做。啊，是讲这件代志，跟我甲你爸爸讲。这几天哦，我较无闲啦，啊，都无想要加问啦。我是惊讲，我若问哦，阮阿兄想讲，我有别项心意，别项企图。啊，你爸爸知影了后，有讲啥无？啊，阮爸伊就一直咧住院，我惊伊身体袂堪的，所以无甲讲。就拜托阿哥，嘛先莫甲讲啦。放心啦，我若要讲，早就讲啊，哪有可能专工来问恁的心意？啊，是讲哦，我只是惊外人认为讲我要害阮阿兄啦。玉夫啊，我讲安尼啦，啊。过几天啊，都要交接种子新长的位置啊。你先甲找囡仔代志按下，拢交予坤义处理啦。先甲来美国准备交接。我即马无迄个心情啦。啊，无找浩杰进前，我啥物所在拢无想要去。我甲爸讲，暂时先莫交接啦。哦，你烦恼囡仔心情，小姑姑会当体会。啊，是讲集团嘛，袂用一工无人做主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甲恁爸爸讲，讲小姑姑哦，愿意继续做执行长，处理公司所有一切的代志，继续为公司卖命，一切以代叫为重。阿哥，万叔拜托。其实，我接了浩杰简讯，伊讲伊真好，叫莫烦恼。所以，阮相信浩杰甲超哥话，伊一定平安倒转来。你有收到浩杰的简讯了？
浩杰有传简讯来报平安，只是我要到一点多的时阵都无消息啊。我是绝对袂放弃，继续去找人的。对，卖放弃，继续找就对啊。傻姑姑相信，你一定真紧就找到这两个囡仔，咱会当一家团。浩杰，不是已经拉海带去刷伊啊？死人哪会传简讯？我感觉心态变卦，无处理掉这两个人。不过徐英泰一直甲我保证讲，已经处理妥当啊。伊嘛知影无甲我合作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这实在是太奇怪啊！我一定要保证做这。真歹势，陈董有交代，伊要放我禁用，谢绝任何访客。我有重要代志，要用我来遐报告。陈董的身体足无爽快，即摆等你休困啊。而且会客时间嘛已经过啊，麻烦你先转去。你莫走动吧，伊的金孙还佮伊的早孙失踪啊，这代志遐尼啊重要，我一定要向伊报告才用的。啊，不是讲阮大兄无要见访客，原来是无要见我尔哦。恁是去无迄日的？是。巧甲浩杰失踪的代志，老邓已经知影。伊是老邓上疼惜的人，所以老邓即摆心情真歹，精神状况嘛无好。佮加上张玉夫即摆四处咧找伊的下落，所以公司的代志，还是要请你全权负责。总执行长，这应该是你今日来的目的。既然你的目的已经达成啊，干嘛请你先离开？我老邓好好休困，莫家搅了。好啦，啊，既然阮大兄就会安尼决定啊，麻烦你替我转达，叫伊赶紧恢复健康。啊，这段时间哦，我一定会负责处理好达人集团所有的代志，请伊放心啦。顶多是你啦，啊，你即摆已经甲伊厝内底人团圆呢，我是建议你啦。啊，是啊，离陈子林较远较好啦。伊即卖是徐英泰的某啊。虽然伊之前是廖春公，你已经往生，才阁再婚的。啊，不过这是有法律效益的哦。哎呦，较早是老公，即卖是小王，真正有够悲哀啦。总执行长，多谢你的提醒。我嘛要甲你讲，徐英泰做遮尼侪歹代志。巧甲浩杰失踪的代志，绝对甲有关系。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可劝徐英泰紧回头，承认家己所犯的罪，嘛替伊家己留一条活路。徐英泰甲我无亲无情无任何关系，哪有可能听我的话啦？玉夫是我的孙啊，你放心啦，我陈玛丽哦，绝对是徛在秦郎这边的，我会甲因做伙对付徐英泰。这就是我的理由。看陈玛丽的态度，我想伊的心内一定有其他暗算。看起来我甲老邓提醒，爱小心提防才用的。